掌握财经市场脉动，找到成功致富关键。欢迎收听《投资理财王》，分析师精准的眼光，带你纵横股海，投资好股票，让您轻松成为股市常胜军。致富关键就在理财。本节目由 news 九八与理财周刊共同制播。轮源投顾杨天迪分析师，二十年国内外券商法人操盘经验，市场资深量价结构分析专家。 精准的量价分析，扎实的基本面研究，带您解码主力动向，揭露股市天机。欢迎收听《股票会说话》，轮源投顾一零四年经管投顾新字第零零六号。六四九八九八新闻台进行的节目是每天下午三点到四点，投资理财王，我是奇珍，一样的问候大家哦，赶快一样邀请到轮源投顾杨天迪杨老师跟我们来解盘喽，老师你好。 一样的棋真好，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哎 <laughs>、欸，我们两个是一样的，听众朋友有没有一样呢？<laughs> 其实有时候、哦、听节目哦，会断断续续的，对不对？因为有时候要做事情啊。但是即使如此哦，还是提醒大家听节目。 啊，还是要做做功课哦。好像是呢，老师呢之前两周就已经提醒我们 M C U 的部分了、哦。那时候我们还有开玩笑，对不对？嗯。呃、我在重复的时候，老师说 M C 跟 U 要接近一点，<laughs> <laughs> 所以呢，当时哦，老师呢就已经提醒大家缺货的题材，对不对？嗯、哦。结果呢，昨天哦，哇，正式的大涨发动哦。那么四九一九新塘昨天涨停板，盛群也是大涨哦。在今天其实他们都还有。 高点对不对？對啊、那今天盘面呢，嗯、其实蛮恐怖的，因为呢，以大盘来讲是下跌了一百四十五点，哎，跌了一点二九个百分点，收一万一千零七十六点，嗯、成交量的部分是一千三百七十三亿。可是居然，哎、欸，老师的个股，哎、欸，有的昨天跌的，今天马上又大涨了哈，呵呵上瘾，今天还创近期的新高，真的是好股不寂寞。可是今天盘面上一定会蛮多的个股震荡很大，对不对？嗯、首先先请教老师。 来带我们来做盘面观察，还有呢，持续的个股的追踪。嗯、对我，我想很多人听广播哈、啊，这个断断续续嘛。刚刚其实有提到，嗯、<哼>可是我不管你多么的断断续续，我讲的股票都讲一个时期。对,对、啊，不是今天讲完，明天就把它挂掉了。短线老师都会特别强调哦。所以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嗯、其实我讲的是一个观念。嗯，我觉得做股票到最后都是做观念的一个问题。 好，所以我，我我想将来的一个操作，你慢慢的往这边去走，你就会知道我在讲的一个部分是什么。嗯，好，为什么台股会大跌？美国股市昨天从高档杀回来了。好，那美国股市为什么会杀回来？诶，今天有人在谈喽。好，谈什么呢？谈美债。好，美国的债券最近美国债券的价格一直往下掉，所以它的值利率在往上爬，往上爬。 好，债券价格跟值利率成反比，所以当十年期的公债值利率竟然攀高到了二点七三一零个百分点，啊，二点七三一零。那 F E D 的一个它中认定的中性利率的一个目标是二点七五，就是非常接近 F E D 认定的一个中性目标，所以产生一个现象，美国的债市是在几乎在崩盘。那这种情况之下，后面会怎么样？ 我想这才是关键哈，所以呃，后面的走势，当直利率在攀高之后，会产生什么现象？会不会有一些比较中长期的寿险机构投资人会开始怎么样？会去买进债券嘛？因为你殖利率在攀高，我现在买的直利率是高的，所以相对来讲的话，哎，他们在买债券是买持有到到期，好，就是持有到到期的概念。所以当直利率达到一定水准的时候，通常会吸引逢低买进的一个买盘进来。 这就是为什么在短线上面来讲，变成债券价格下跌，而直利率来到一个比较高的水位的时候，会造成原先的债转股会变成股转债回去。好，这个你一定要清楚知道这一点。所以短期的一个美国股市会开始压回，因为债券已经开始吸引到那些呃这个。 所谓的一个稳定投资的那些这些买盘会进来，嗯嗯嗯，所以我想，当殖利率攀高到了二点七三左右之后，接近二点七五的一个百分点的时候，通常代表的是有一部分的资金会进去买债债市啊、哦，美国的债市。嗯嗯那债市也就是从原先的股市的资金会抽移出来到债市，好，那将会产生现象，这就产生了股市会压回。 听众们，你有没有搞懂这个概念啊？很多人到现在还在跟股之间还没有搞清楚，好，也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当美国股市压回来之后，台股的部分，因为央行在严打，严打你不进股票，你给我去买那个反向的 ETF 啊，这个外外外资的部分去买反向 ETF，台湾五十反医药、哦，所以现阶段会产生一个现象，那外资会开始这这一批的热钱会开始慢慢的流出去。 哇哦！Wow, 大家听到这个热钱流出，吓坏了。嗯嗯嗯嗯嗯、一点都不用吓坏，嗯嗯嗯、你要开始心里要暗喜、窃喜了哈。当我讲完所有的观念之后，你就会知道这个盘面的架构拉回，它就是机会哈。嗯嗯嗯、我讲给各位听哈。所以呢，当美国股市拉回之后，部分的热钱会流出，流出之后，台币会贬值，贬值之后，股市的全资股会压下来。所以今天跌一百四十五点，主要是什么？ 全指股压回，嗯，但是 OTC 指数也跌了零点八六个，<对>呃，零点八六哦，对，也跌蛮凶，跌蛮凶，也就是在跌的初期，大家都会下来。是，好，我再讲一次，好，外资如果卖全指股，把钱移出去，台币会贬值，那台币贬值之后。 呃，对电子股而言，它的汇损会减轻哦。我先告诉各位，第一个，可是它资金移出会造成股市的压回。那股市压回在初期，因为投资人只看指数，好，你看指数大跌，你会害怕，所以开始把手上的股票开始。 做了一个这个卖出的动作。嗯嗯、当你有赚钱的时候，你卖的好快哦。是。好，那你不会卖的，就是那你现在正在套牢的。好，那这个就是一般投资人的现象，所以会产生一个现象：初期当这个所谓的热钱移出的时候，股市压回，初期好坏股都会拉回。我刚才讲了两两个字，你听到没有？好坏好坏股都会拉回，要<初>、嗯、七个字。嗯、好，<laughs> 七个字，好坏股都会拉回。好，真的，也就是好股票也会拉回，<的>坏股票也会拉回。 所以现在我们看了，我们看今天的全值股哈，我们看二三三年的台积电是标准的全值股嘛？对，今天跌了五块半，嗯，五块半贡献指数在五十五点，然后我们今天跌一百四十五点嘛，所以还有九十点是别人贡献，是谁贡献的呢？呃，还有台化也贡献哦，台台化一三二六台化对，今天重挫四点三六%，也跌掉五块钱，台化是占全值，也是外资这一波在买的，热钱在买的，所以很明显。 外资的热钱在卖全指股、卖大型龙头股，卖掉之后要资金要移出去，好，这今天台币就贬值了。包括什么？包括之前的金融股，不是大家都告诉你金融股很很好吗？很棒棒吗？嗯哼嗯哼那是因为热钱进来，好吗？热<對>钱出去，金融股就变成坏棒棒了，不是好棒棒了、哦、哈。呃，那是他就卖什么？卖金融股龙头两只，一只叫富邦金，今天跌了一点六六帕；另外一只叫国泰金，今天也跌了一点四四个百分点。 全指股因为都下跌，所以对于台股的指数的贡献度就很大。好，所以造成了后面五十五点是由台积电贡献出来的，另外九十点就是一些全指股，包含了中小型股一起杀下来。好，这就是目前的状况。嗯嗯但是呢，我刚才谈到啊，就是说你拉回之后，如果你纯粹就现行来看，我们现在回来跌破十日线嘛。当我们跌破十日线的时候，我们要回来哪里？我们要回测季线啊、呃，月线。 月线的位置在一万一千零一十五点二十日线啦、啊，月线就是二十日线。那月线就有人在问了，嗯、老师，那月线会不会破？嗯哼，破不破不重要，真的要破了才是重点啊！<laughs> 因为我问你嘛，<是>全只股在杀，这个季线会那个月线守不守得住？一定守不住嘛。全只股在杀的时候，月线一定会 理论上，我我是认为会破了，理论上会破，嗯、<哼>但破了是慢一点哦。嗯哼，好，破了是慢一点，好，啊，跌破更好，那叫机会来了哦，挺 <laughs> 好，跌破更好，机 <laughs> 会来，好，所以如果我们这样看啊，因为我们现在外资要撤退，它卖的是全值股，全值股占全值，所以呢，当全值股走弱的时候，那个现息会被灌破。好，这个很合理嘛，哈。 嗯，不合理的举手一下，我没看到。哎，你怎么那么有梗呢？来我们完全没有看到你们不。Uh huh. I know you，你们都没有举手。其实就是全值股跌嘛，uh huh. 那你只要不要你手上不要有全值股就好了，你不要有那个超涨的全值股就行了，对,对吧？啊、哦，但是小型股在初期也会跟着下跌啊。嗯，uh, 对的。对吧？好，这小型股初期会下跌，那跌下来之后呢，好的股票会怎么样？涨回去嘛？嗯。 对吧？所以我说做股票，它其实是一个观念性的东西。为什么说这是观念的东西？我用我上银为例好了哈。呀！我今天上银创破断新高，真的来到三百七七十九点五。对呀，已经已经创破断新高了。这是哎，上银在创破断新高哎。你手上的股票在往下跌。嗯。好，今天的上银涨幅不大了哈。嗯。但但是涨涨幅虽然不大，但创破断新高。老师，我昨天梦到它哎。 你你你做梦梦什么？梦到上瘾啊！你是第几个梦？第六个梦。琼瑶有六个梦，你是第一个梦还是第六个梦？因为老师呢天天讲上瘾在送分题，我就在那个梦里头也提醒自己这是送分题。你没有卖哈？没有，乖乖，乖好乖乖好。哎，对对，这边有放一包乖乖。录音室通常都会放乖乖。对啊，有放乖乖，要让机器乖乖。对，所以大家也要乖乖。上瘾今天创破断新高，你你你从我们当时去。 去年的八月开始跟你讲上瘾。好，我们从两百一十块、两百三十块到两百六十块，我是两百六十块在告诉你它叫送分题，对吧？因为我已经很确认，我个告诉你送分题。你从就从两百六十块开始，好不好？我们不要从说啊，杨老师你们买了两百一、两百三，那个都不要谈。两百六十块到今天三百七十九块半的上瘾，它在涨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回档？我找问你这件事，你好了嘛？对吧？哈，我先告诉各位哈。 上盈第一波从两百一，我們买起的，第一波的这个职工，它职工到两百九十六，那那一波几乎都没什么回档，就涨涨跌跌，涨涨回跌。可是它从两百九十六之后开始做了回档，回到两百六十七，这个回了快三十块啊，回了快三十块，就将近一成。你觉得回来是要买还是要卖？<laughs> 对吧？听到没有？我我在我再我再问你嘛。 上影，我们从两百一买起到今天的三百七十九块半，呃，已经一张有一百八十块左右了哈，将近一百八十块，呃、啊，没有一百七十块左右。我问各位，你以为我是高枕无忧，从两百一报到现在三百七十九吗？不是，我中间碰到很多次的震荡回档。对，比较大的回档，从两百一涨到两百九十六，对，然后再从两百九十六给我杀回到两百六十七，对，好，这是第一波的回档。 回档之后，我问各位，那是不是你上车的最好时机？对吗？哈，再从两百七涨到三百四十四，嗯哼，然后再从三百四十四杀回到两百九十八，对，还记得那一天，<laughs> 我还告诉你，我会员还在买三百零三、三百零五吗？有，我还去跟你讲啊，还被他杀回到两百九十八，我吓一跳，我还跟你谈到嘛，哈。 然后再从三这个两百九十八涨到今天三百七十九块半。嗯。所以你回头看一件事情，一档个股为什么我会这样去坚持？其实，当我心中有一些不犹豫性的时候，我永远想到一首歌。上瘾有有一首歌，你知道吗？上影也有歌哦。有歌哦，有歌。您说，您唱，您唱好了。啊、高凌风的那一首。 忍耐，追求幸福，你要学习忍耐。<laughs> 老师音源不朋友，<laughs> 你在旁边笑，我怎么会因为准？好所以，所以基本上 <laughs> 我们在做一档波段股的时候，<是>你其实我会面临到很多的震荡。但是我的我的坚持是坚持这个产业是对的。哎、嗯欸，你不要坚持那个产业不对的。很多人在问我，<錯>有人问我说：“老师，那个高尔夫球杆头那个那个大田怎么样？” 这个产业的对错，你要心清楚嘛。嗯，嗯或者你在问，嗯，有人问我 LED 啦，问我什么这个太阳能，那个产业不对，你就不要坚持。嗯嗯嗯。嗯嗯可是我发现<的>我最近在写一些新入会的那个、<laughs> 那个、那个持股、那个、体检，我发现你们好坚持哦。啊、呃、坚持错方向也很、很、很、很帮他们万喜，对不对？坚持好多股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laughs> 你为什么不能重仓一档好的股票呢？ 就是因为不够专业了，所以我常在讲，啊、当然就是你慢慢会改变过来。嗯、就是你听我的广播，我会告诉你怎么样改变。嗯嗯好，所以基本上怎么去做才是最好的机会了。我我是觉得，我比较偏向是价值型的投资。好，价值投资的观念就是在我买进去的时候，那我会赋予它一个价值区间。譬如说，我赋予上银的价值区间是。 两百一到三百都是我认为的价值区。好，因为我给他三十倍的本一比都叫合理。哦，我特别钟爱上银，所以三十倍的本一比我都给他合理。所以去年大概赚十块，嗯、所以三十倍本一比叫三百块。啊、所以我认为三百块以下的上银都是买点。可是大家也都知道，我说三百这个三十倍本一比的稳貌是高点。不同的。 产业领域里面，我针对不同的个股给的本一比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当时给了值得的本一比是二十五倍，你还记得吗？嗯嗯、记得、哦。可是你就在九十块那边、八十五块那边给我卖光光。我讲的是投信，如果大家去看投信的卖股票，他值得给我杀到了零持股，在哪里？在八十五块那一阵那一阵，嗯嗯嗯嗯那个在盘的那一阵。 然后呢？然后投信最近在追值得哦，追到一百一十块、一百二十块以上哦。嗯嗯,嗯投信可以这样做，你可不可以？我只要反问你要，他可以在八十五块的时候把股票杀到光光的，这个已经杀到在裸泳，<laughs> <laughs> 杀光光。然后呢，零持股那时候我就每天看值得为什么在这边杀股票，那个投信为什么在这边杀股票，杀到零持股，杀完之后呢，一百一十块再追回来。 一百二十块再追回来，所以我，我我觉得其实为什么很多人会为什么会谈这个？因为有很多人跟我讲，老师，值得投信在杀哎、欸，什么股票投信在杀哎、欸？我的新塘没在昨天没有涨停板出上来之前，你看看投信是不是连续三四天都站在卖方？然后昨天涨停板投信一,一天购买了一千两百多张。啊哈、uh。Huh. 所以我常在讲说，嗯嗯，投信的买卖，有人问我说，筹码面要怎么算？筹码面只影响短期，好，只影响短期，就是它会影响到那个阶段，就是当时的新塘被压的压的缩缩的，然后呢，他把卖的差不多之后，蹦起来之后，他可以追回来，你要不要？嗯嗯嗯，嗯嗯就是你可以杀在六十五块的新塘，追到七十五块的新塘吗？就是我要问各位的一件事情嘛，好，投信可以，你可以吗？ 我为什么去谈这个东西？其实我我常在想说，一档个股你怎么去做成才能够让你真正在市场中赚钱？第一个，我现在买进六十五块的新糖我到底买的价值上面够坏还是不够？这、嗯嗯、第一个嘛。第二个部分，我赋予它多大的本一比，就是我的目标价。对对，那那我当它来到目标价的时候，我自然而然会调节。嗯嗯、当它没有达到我的目标价的时候，我当然持股暴了，不是吗？ 所以这个地方就要忍耐，你就像今天我忍耐，我知道小虎队昨天进来新塘了嘛？对，昨天老师私下告诉我，对，小虎队进来了嘛？<laughs> 是，所以今天一定会震荡，但是我没想到他真的杀到盘下，那、嗯、是因为大盘真的很烂了。对<耶>，如果大盘不是这么烂，他其实也没有杀那么深。他是呃十二点半左右才盘下后撑不住了，已经撑很久、嗯對，对，收盘还好了，只跌四毛钱，还好。嗯，对，对，就小虎队昨天进来，小虎队大家知道吧？ 嗯哼，虎尾虎尾帮啦，嘉义帮啦，富邦 F 四啦，嗯、<哼>等等等，哈、啊，这个比较隔日冲的大户，他们进来买股票之后，就隔一天会卖掉，叫隔日冲。嗯嗯嗯。所以昨天没有小虎队不行，我我应该这么说，为什么？因为没有小虎队，新塘不会说涨停。嗯嗯,嗯,嗯嗯。因为他可能冲上去就慢慢滑滑滑回来，所以我昨天很感谢小虎队，嗯嗯嗯嗯所以他今天让他获利了结，我就让你获利下车。 没有关系啊，好，但是呢，对对对，就不要再来缴获就好了。好，你缴获个一两天，所以当今年成交量放大时，候，我也知道，但我认为好的股票我不怕你震荡，否则我值得要怎怎么去操作？我问各位，我上银要怎么去操作？对，因为每天都会有一些短线客一定会进来嘛。对，嗯，当时的顺德也是一样啊，对，从二十九块半涨到六十块。 在这一段期间都没有法人，我告诉各位，法人什么时候进来的？投信什么时候进来的？当顺德涨到六十块以上之后，一路给我追到九十块。那我现在偷偷告诉各位哦，啊、什么？我告诉你一个小秘密，偷偷好不<吧>好？嗯，我我只有一个小秘密，我没有六个小秘密啊，梦才会有六个。好，我的小秘密是告诉各位，投信最近一直在杀，是一直在杀顺德，杀哦。对对对对,对，他一直在卖顺德、哦。那你怎么是微笑的呢？啊。 我就等你头薪杀完了，我就要重新进来正德了。好，我们密切掌握。对，我就我就我就要等你头薪杀完了，我值得也是你头薪卖到零持股之后才开始起来的，不是吗？真的没有分析师是这样子在做股票的，哎，没有没有那是那是因为我们买的够低。嗯，今天如果买在九十块了，我不吓坏了，头薪天天在卖的话，嗯，那为什么你九十块要追？我三十块讲到六十块，你都不理我呢？对吧？ 所以这才是关键嘛！做股票，其实我跟各位谈过了，我说我比较喜欢在低档去买股票，低位接才是关键。我喜欢在七十九块去买和生堂，你喜欢在一百三十块去买和生堂。很多人以为和生堂有主力在里面都不会跌，真的很抱歉，今天已经重挫四点八个百分点，收在一零八。那你买在一百二以上的怎么办？ 所以，听众朋友，真正能够让自己赚钱的方法很简单，那就是你在低档把股票选出来，然后呢，很有耐心的抱它一个波段，等到市场发酵之后，我们就怎么坐在轿子上面，或者我们就已经立于不败之地。剩下的部分就是在它震荡的时候去判断我们该出还是该进，或者该加码还是该获利了结。 你把这些都判断清楚，你在股票市场当中一定会赚钱。你说这样简不简单？听起来很简单啊。我们也有想要这么做。对啊，但是呢，通常当它震荡的时候，你的心会七上八下，真的、哦、很难哎、欸。所以我常,常跟各位报告，就是、嗯、我的枕头巾真的有很多条，因为 <laughs> <过>我会慢慢的把它枯湿掉。<laughs> <laughs> 其实重点是在什么？你买在低档就不怕。 好，这是我的原则，<是>所以我想买在低档才是最重要的关键。那刚好大盘怎么压回来了？压回来就是机会，我准备带你好股票再上车。 好的，谢谢老师。好，真的好股票哦。第一个真的就是要眼光，第二个还有操作的节奏啦。那么在操作的时候呢，有时候不是不只是哦，就是一路的爆而已哦，中间还有好多细节的一些观察哦。例如小虎队来啦，然后呢，今天那、啊、明天的表现如何？那如果怎么样，又要怎么样哦？其实好多很很不容易的地方哦。欢迎听众朋友每天听节目，希望呢一定可以慢慢的进步或者是扭改哦。今天呢就。 非常感谢我们轮圆投顾杨天底杨老师跟我们大家的分享了，谢谢老师。呃，谢谢徐祝大家操作顺利。嘿，别走开，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的，听众朋友，如果还没有加入杨天迪老师的免费 Light，欢迎您直接搜寻哦。小老鼠 FU 八八九九，小老鼠 FU 八八九九。透过了 Light 老师呢，不定时提供了大家新的个股，同时每天也有盘中的讯息。那么大家如果想要知道继工具机二零四九的上映一五九七的值得，还有呢新唐盛群的接棒演出之后，接下来哪一档又有新机会呢？希望听众朋友掌握。 的讯息哟，任何疑问也欢迎来电二三二一九九三三二三二一九九三三。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股票致富可以不凭运气，只要用对方法，跟对人。 机会只给准备好的人，您准备好了吗？就让股市战将带领我们积极稳健的累积财富。欢迎收听股市战将，华兴投顾林和燕总顾问主长，一零一年金管投顾新字第零二六号。好的，欢迎听众朋友持续锁定的是我们的股市战将哦，邀请到的是资深分析师哦，华兴投顾林和燕总顾问，何燕老师你好，嗨，齐正好。 大家好，是林德燕。嗯，好，老师，我们看到台股呢，哇，在呃这个最近的一个大涨之后哦，今天呢，嗯，来一个重挫、哦，好，今天呢算是一个大长黑哦，今天的跌了一百多点哦。好，那么老师，我们在今天盘面上到底有哪些重点观察呢？在今天这一次的跌的这个过程当中，今天盘面上有没有发现有一些我们投资朋友应该要注意的一些重点吗？请教老师。好的。 多头的回马踢呀、啊，一路大涨的多头突然来一个回马踢，这是对的，难得的机会、嗯、啊！嗯、今天这样跌下来，进卡给他。你看上个礼拜我就一直跟大家预告，大盘涨不出去也跌不下来，会维持在两百点到两百五十点的震荡、嗯嗯，区间震荡。礼拜四说的，嗯、所以上个礼拜我就讲过啦。嗯、你如果操作指数的人。 只要涨到高点附近，你就卖，绿头台不会的丢啊！你看昨天一开盘涨九十九点，你卖就对啦、啊，没有错吧？昨天收盘也涨了七十几点，我没有因为昨天涨七十几点，然后我就调整说，哦，这个行情如果被冲出去啊，没有嘛？我昨天节目里面还是告诉你，这一样还是个箱形整理，跌能百点加能百个十点范围，所以昨天拉高是卖。 那今天压低呢？当然是买嘛，对不对？<laughs> <的>啊，今天压下来当然是好的机会点呐、啊。我跨看大盘精准跌哦，啊，难免啊，今天这样跌了一百三十几点，很多人看到可能又吓到。嗯嗯嗯。嗯嗯嗯啊，当机会来的时候，你不要胆怯。每次一胆怯，机会就会流失掉。好、啊、的，金口一哦。我看大盘很准，这是市场公认的。你看十月份我们节目一开播。 我就把我三十年来经验跟大家分享，我是不是讲每年十月份到二月份一定是多头？每年十月到二月一定是多头了，这一点你记住了，以后股票市场你钱赚不完。你看当时加权指数在一万零两百点，现在已经到一万一千两百点了，几千点嘛，一千点了、啊，啊、在台北股市一千点不小哎、欸，啊不小的行情哎、欸。 一个大波段呢。十二月二十六号的时候，那天大跌一百点，还个位啊，那天全市场吓坏掉，一堆老师在喊空，很多人吓到，股票杀光光。没有喊空的，大多数也都说啊，要保守，要保守。当时市场只有一个林和燕，告诉你们，赶快买，马上就会涨，紧紧的看啊。好、哦，说完之后涨到现在，从一万零四百涨到一万。 一千两百七十，有个不怕规定，我的分析没有模棱两可的，都是肯定句。如果连我都模棱两可，那你们听了有答案吗？<laughs> 就没答案了嘛，嗯、对不对？啊、嗯嗯，所以听我的节目，你们要做记录哈，要做笔记才不会忘记。你看，一月十号跟十一号两天蹲下来一百四十点，我也是告诉你，难得机会，赶快买，马上就会上。你块供完料。 马上又从一万零七百七十点涨到一万一千两百七十点，有个我八点啊！所以你只要听我的话，这几段行情下来，你赚翻了，你会赚翻了。你看外资光是这段期间，外资就买了九百七十七亿，将近快一千亿啊！所以这个月，听我话的,的人一定都大赚了。你看，从十二月二十六号。 今天一月三十号，大概一个月时间嘛，对,对一个月又多个几天嘛。<是>这一个月的行情，你只要有听林黑燕话的，全部都大赚了啊！赚不用大谈，除非你自己去追那种涨很高的股票。那你如果不知道该买什么股票，我欢迎你跟我的股票啊！我欢迎你来对外购票啊，我跟啊，我不怕你跟啊，对不对？ 你看，我们十二月份跟一月份的操作，这两个月我们推出红包五十的活动，但这个活动已经结案了啦，啊、哦，对不对？嗯哼嗯哼这两个月里面，我们操作的每一只股票，台表科三十八趴，汉语博得四十趴，金山店二十八趴，抛地三十趴，金居二十六趴。在这里的，一月份的呢，长隆十五趴。 群创十九趴，新谱二十七趴，五五三四的长虹二十五趴，红海六趴，TPK 二十趴，GIS 十七趴，你们都知道的、啊，这个都是十二月跟一月份的，我没有说很久以前哦，我都说的是这眼前这两个月，你们都看到，你们都知道。 你们也都是见证的，我唔跌我不怕你们跟啦、啊。我们会员的股票完全公开，唔惊你跌啊！我不知道你跟了几档，嗯、<哼>我真的很想知道哦，<laughs> 我真的很想知道，<laughs> 很好奇。你们每天在听林黑燕的节目，我都把我们操作的股票公开给你看，嗯、<哼>让你见证，让你印证。我真的很想知道你们跟了几档啊，有跌有探钱不？嗯哼。 我不怕你跟不怕你赚呐、啊，因为你赚的不是我的钱呐、啊，你赚的是跟我们一起让道丁探起顶位几嘛，我何必吝啬让你跟呢，对不对？又不是说你赚到钱我就少一毛钱，不是嘛？你得探钱，问的忽然探钱，那东西探起顶位几嘛，所以我不怕你跟呐、啊，有跟的有赚到的，我带你恭喜呀，是不是？那你如果不敢跟，只是一直用看的。 啊、哦，那我只能说嗯加油哦！呵呵呵 <laughs> 那么多机会，两个月时间啊，这、哦、里三鸡的股票的机会，啊，你拢不敢跌，敢那赢看的，不是很可惜吗？对不对？啊、哦，还是要跟你说一声加油啦！嗯嗯股票市场人在，钱在市场在，是你随时都有赚钱的机会。嗯,嗯,嗯可是重点是你的胆识要有。啊、哦，你如果说连胆识都没有的话，那怎么办呢？ 让人来愿来加持你吧，让人来愿来推你吧，我来砍你的手，咱到底来探钱，安尼好唔好？好，当然好。好了，今天压回来一百四十五点，对，很多人啦，心情会比较啊，难得有机会这样蹲下来跟买啦，哈，赶快买啦，不要乱买，不要乱买哈，唔好去买迄个起金管呢。对，起金管拢危险啦。你看上礼拜细菌源。 最强嘛，对不对？在上礼拜一，所有细晶圆股东涨停板嘛。林和燕是不是讲，我都没有，我也不会去买细晶圆，你们自己要做小心，因为都涨得太离谱了。嗯嗯你看啊，顶礼拜啊，我反市场的说法一讲完之后，细晶圆股、台盛科、环球晶啊、中美金合金，一礼拜拢破超过十五趴。 你看丁礼拜戏金源弄涨停板的时阵，很多老师都在推荐戏金源，只有林台燕最笨，涨停板叫人家不要买，还说他自己也不会买。嗯，啊、你看这十五趴跌下来，对了吧？对不对？嗯嗯事后印证还是林台燕对嘛？那像这种涨那么高的股票，不买不买就不会赔钱啊，不是吗？你要强迫自己去追那种涨很高的，啊要钱你就平呀给你啊。 对不对？那么多底部的股票你不买，你非得要去买那种涨两倍、涨三倍的，那当然危险自然就比较大嘛。你看昨天二三七七的维新涨停板好厉害哦，报纸也在吹捧，很多老师跟着一起在吹捧啊。今天维新呢，不就大跌了，对不对？维新今天大跌了七点五趴，哎，维新从六十块涨到一百零五，哎，三个月时间。 涨了七十几趴，不高吗？那你再去追高，你看昨天涨停，今天都可以大跌七点五趴了，是不是追高都很危险？是不是？我卡无大啦，林 <laughs> <laughs> 来燕卡不大啊！可是说穿了，我是要保护我的会员。嗯、哼哼在股票市场，你能够先安全，再来谈赚钱嘛，对不对？所以我只买底部的绩优股，底部的绩优股能够让你安全，不用怕。 安心的赚大钱啊！这几块股票起牛来对啊，我长期这样操作下来，检讨出啊最好的一个操作方式。嗯嗯嗯，嗯嗯你看瓶盖股就好，瓶盖股几乎全部都是在底部，而且业绩都很好。你看锁定红海九十一块钱买，k 啊高的七块，是不是赚六块？那块无追啦。我也跟大家讲过，只要红海一动，整个瓶盖股都会动。 对，红海只是点火的工具而已。你看瓶盖股里面，我们 VIP 锁定六一二一的新普，一百六十二买，涨到两百零六，定礼拜能霸空拉，你们看到啦，对？两个礼拜时间二十七趴，几百板里啊七班，有好谈不？嗯嗯、方法对，赚钱就对，赚钱就很轻松，又会大赚。啊，我丁礼拜两百块买一本，今天下来一百八十五。 哎，买点又快来啦，这样做起来也是很轻松啊，对不对？我没有卖最高啊，我 VIP 会员上个礼拜就要们卖两百块钱的，两百零六打下来，我看一转落，能八新普嘛，唔要紧嘛，一六二买的，两百卖出，咪就赚三十八块嘛，一张三百八，十张三十八，慢慢就好个嘛。那现在掉下来，哎，买点快来咯，新普、哦、的买点又快出现咯。 TPK，你们印象更深哈、哦。三六七三的 TPK，我们八十六块钱买的，哎、欸，今天创新高哎、欸嗯嗯。一零三点五，八十六块涨到一零三点五，二十趴，二十趴，十七块半，一张万七，十张十七万。二十趴，两个礼拜不到，恁拢知影呀、啊、？TPK 我从还没涨讲到大涨，不到两个礼拜的时间。 六代嘛，啊，五代嘛？今天创新高一零三点五，嗯、外资在昨天把 TPK 目标一口气喊到一百三，看天爱啦哈，参考看嘛啦。一百三我觉得也不错参考<對>是。是。GIS 啊，六四五六的 GIS，我们一百九买的，今天创新高两百二十四，趴，啊，7趴。 三十四块，一张三万四，十张三十四万。我没有买在最低点哦，最低点在一百七十七哦。我不是神哦，我不可能买在最低点，卖在最高点。你看我新普最高二零六，我卖两百，对不对？G I S 最低一七七，我卖我买一九零，我也不是买最低点啊。时间点对了，相对低点就够了。对，G I S 你们也都买得起的其他。 就看你边不买不买，你嘛，一张也不错嘛，两张也可以嘛，谁说一定要买个五张十张呢？对不对？外资已经把 G S 的目标一口气喊到两百五十元喽、哦。嗯。哇，所以已经对 G S 的目标一万两百五十扣啊。啊，长裤看嘛，两百五我是觉得还低啦。公司派也说要实施库存股，要买三千张。我请问你吼。 一家公司股价贵还是便宜，谁最清楚？嗯嗯嗯，当然公司最清楚嘛，因为订单在他手上，未来的展望他最清楚嘛。所以如果连公司都认为便宜，那真的是委屈了。G S 一百零五年的 E P S 高科去年的 E P S 里着三颗，我估算的啦，应该跑不掉了。从九块变二十三块。 那个是了不起的成绩啊！可是公司派上个礼拜又说今年会大成长，啊今年也我主要我们刚嗯嗯嗯，嗯不到啊。G S 如果还有机会买的话，贵我现在还在布局一档全新的连刷沙尼探起的 g o 股价完全没有涨，目前在历史低点。想想跟？嗯,嗯,嗯想跟的话，赶快跟我联络。 好的，谢谢老师的分享哦。好，我们看到台股的今天的重挫哦，但是呢，老师之前就有提醒我们了、哦，这个指数的部分呢是呃呃呈现一个区间震荡哦，两百到两百五十点之间哦，所以今天这样子的回马枪其实是可以接受的，而现阶段是好的个股哦，跌下来买的时间点哦，大家可以好好的把握。嘿，别走开，还有好听的广。 听众朋友有任何的疑问，欢迎您透过零二二三九二三九八八零二二三九二三九八八跟老师联络喽。另外呢，老师的免费 l i 特 e 也欢迎您直接搜寻加入哦。小老鼠 P R O 八八八，小老鼠 P R O 八八八。 好，欢迎听众朋友再回来喽！今天的台股重挫哦，我相信呢很多投资朋友可能哇会心夹夹哦。可是呢，还是要看个股，对不对？好，刚刚上半阶段老师有提到，其实老师呢有预备一档新的个股。好，接下来时间再请教老师，他到底可以透露了吗？然后是哪一个面向的吗？<laughs> <laughs> 可以问吗？好的，今天台北股市跌了一百多点，嗯哼、uh，huh. 跌得好 <laughs> 啊，跌下来是让你捡便宜货，你不要胆怯哦，莫丢弃哦。 好的，kill 小何，那个 g 那怎么办呢？那就赚不了钱了、哦、股票市场赢家是方法了啊，不是说输念多高啊，切他入追，然后就会赚的比较多，不是那么一回事啊。你知道在历史上很出名的，比如说牛顿、爱因斯坦，哎、欸，他们听说股票也是赔很多钱啊，因为在有一个投国际投资大师。 啊、哦，他大概一百零三岁才过世。他写了一本回忆录，里面牛顿跟爱因斯坦都是他好朋友。啊、哦，两个投资股票都赔了很多钱，所以证明他的结论是证明：书念越多，不代表股市一定会赚钱。股市的赢家是方法，你要有一个对的方法，你才有办法在股市里面长期的一直赚下去。这一点你一定要记得。 所以也不是说哦，技术分析我学得多深入多透彻，绿都一定探清，不是这个样子啊。嗯啊，心态方法才是最重要的。联合验方法，我只买底部绩优股，这都是外风范。我长期用这种方法印证下来，操作下来就是一个大赢家。因为既然是底部六波红下来嘛，在没有风险情况之下，只要一发动，试着趴、过再趴一杯啊，你要赚多罪，你赚多罪。 我的方法也是股神巴菲特的方法，嗯、<哼>我用的方法都是赶快的。你如果认同林台燕这种方法，那我们一起来赚大钱。股票起停五单看不完的钱，对，你看红海瓶盖股的红海，你们都知道啊。嗯哼嗯哼 G I S 你们也知道啊，T P K 你们也知道啊，一档一档都是在底部的股票，连续讲两个礼拜涨给你们看的，你们也都印证到了，对不对？新普也是啊，都是底部的股票啊。 我现在在布局一档全新的，连续三年都赚一个股本。嗯、<哼>连刷三当中探底的高本哦，是不叫探底的公司？是、啊。每笔只有十倍而已哦。嗯、<哼>二十倍，它只有十倍而已哦。而且现在股价在历史低点，所以这个股票无风险呐。可是，一旦发动起来，那就很可怕了哦。呵呵你知道它的持股百分之七十都还在大股东手里面。 所以这个股票要炒足紧的，大股东股票拢落掉的唔放，因为大股东自自己知道嘛，我公司赚那么多钱，股价在历史低点，如果大股东会在这里卖股票的话，我跟你讲那个大股东就是笨蛋。那既然是笨蛋，公司也不可能赚那么多钱，对不对？虽然 QQ 啊狼股票都唔卖，就要等它大涨一波上来再说。我们现在全力在布局这一档，嗯、<哼>想赚的话，赶快跟我联络。 你自己扪心自问，你已经有多少机会让你错失掉？你再想话嘛，卖功寡固嘛？都进一两个月代你少赚了多少钱啊、哦？这个股票有兴趣、嗯、<哼>跟上脚步来。林台燕帮你们赚钱的心啊、哦，一直都没有变呐。强棒出击，让你两天到三天短线赚个五趴八趴，这是林台燕帮你建立信心的诚意。你看三零三七的信心。 顶礼拜我讲的呀，当天收低，昨天呢大涨六点七趴，今天要开高三趴，啊，是不是两港十趴？啊，对不对？来，对，你要从里面赚个五趴、七趴、八趴，嗯、都很简单嘛，对所以强棒出击，两到三天让你赚个五趴、七趴、八趴，啊，这里的燕帮你建立信心的诚意。今天二六零三的长龙跌三毛，三个不追嘛，嗯、<哼>对不对？ 你十七点三、十七点四买，也不过差个一毛两毛钱而已嘛。因为今天大盘跌的比较多一点，嗯，嗯那我为什么推荐长龙外资昨天第一天大买三千八百多张啊，事营商也开始买。今天报纸也开始讲了，亚洲这边过年旺季来了，运输股开始进入旺季啊，运量会开始增大。那今天是因为大盘比较不好，哎、欸，搞不好明天长龙就大涨了。 我推荐的股票绝对都是基本面很强、股价很低、很安全的，两三天之内都可以让你赚到钱。你看五五三四的长虹，我一直讲大黑马、大黑马、大黑马，嗯嗯嗯、讲着讲着从七十二块飙到九十元，哎，对，七百里克比它高几克呢？我一样一张都不卖，因为它的大力多在后面还没有发酵，我在等长虹压下来的时候，我还要再捡便宜货。 阿都会落，我嘛无法到。老师，今天他有点一点点不够啦，买点还没够，哦、再等一下哈、哦。是群创、有达，哎、欸，今天跌比较多一点，买点要注意哦。外资买群创买了四十一万张，买有达买了四十三万张。这两支股票今日苦来是因为日线指标现在的高档，你要让它震荡洗一下盘，让指标修正，后边要到个救，高血力。 啊，那个冲出去的力量才会有。你有有哪有群创的，赶快来找我啊！唔好搭去欧北台，买点即将要出现了。嗯、<哼>最后再跟大家提醒，我现在全力在布局一档，连续三年赚一个股本，连刷三年都十块、十块、十块的 EPS，股价完全没有涨，目前股价在历史低点，大股东持股高达七十趴，这个股票不风险，可是，一旦动起来。 就很可怕哦，嗯<哼>，想不想赚？没有人会逼你啊，自己想赚的话，赶快跟我联络，跟上我们布局的进度。 嗯，好，谢谢老师。好，老师呢也提醒大家，个股哦预备好了。那么老师呢提点的哦，拉回哦，啊、呃，准备要再买的或者再加码的个股、哦，大家也可以留意。可是呢，真的未接跟买点哦，还是要等最佳时机哦。好，如果认同老师的话，欢迎您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或者是跟老师这边保持联络。今天的访问就进行到这里了，感谢华兴投顾林和燕总顾问，谢谢你。好，祝大家操作顺利。 哎，别走开，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的，在操作个股的部分呢，常常有很多的专业，对不对？很多需要观察的面向。假设听众朋友呢，呃，术业有专攻，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而认同老师的操作的话，欢迎跟老师这边联络哦。好，工商服务的电话提供给您哦，就是零二二三九二三九八八零二二三九二三九八八。刚刚老师点名到的了，包括了友达群创啦，或者是呢长虹啦，或者是呢，哎，手中有的一些个股，如果有问题的话，欢迎您不吝来电咨询。 沟通哦，好。另外呢，何燕老师提供给大家的免费 l i t 的服务，欢迎听众朋友可以直接搜寻加入就可以了。小老鼠 P R O 八八八，小老鼠 P L O 发发发。我们明天见。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